张兰直播时候说，汪小菲和张颖颖同款图都是 P 图，是造谣，是作假。猜到了，你怎么知道那是我家啊？啊，这不都是 P 图吗？这不造谣吗？还要问问男士，你老婆给你戴绿帽怎么办？好吗？你老婆给你戴绿帽，你应该怎么办？